今天是小表妹的生日，我要给她个大大的惊喜，报答她这么长时间给我生存做的贡献。我要准备好石头、蛋糕、炸药桶、蜡烛、感应方块、沙发等等的简单道具，来到瀑布下建一栋简单的房子，再放上沙发，两边都摆上蜡烛。快看，这样子就差不多了。在沙发底下呢，再开一个2×3的坑，放上感应方块、发射器、火箭弹还有火药桶，就差最后一步啦，放上碎石块还有沙发。为了让小表妹做个饱死鬼，我还特地给她准备了40个蛋糕呢。我在底下摆出蛋糕床，就等小表妹放学啦，溜了溜啦。小表妹，小表妹，你可算回来啦，走，姐姐给你个惊喜。什么惊喜？吃下吧。不是不是，是真的惊喜，你快点跟我来。表姐，我还是不去了。你快过来嘛，非要我打你一下才愿意哟。快快快，待会错过时间就不好啦，穿过瀑布就到咯。瀑布后面是什么？ Surprise! Happy birthday! 梨花梨花，怎么样，高兴吗？今天是我生日吗？我怎么不记得了？当然啦，你贵人多忘事啊。来吧，我给你准备了这么多蛋糕呢。好多蛋糕啊，我吃我吃我吃，好甜的蛋糕。是吧，多吃点，这可都是为了你生日准备的呀。这小表妹怎么这么能吃啊？哎呦，心疼我的蛋糕呀。表姐好撑啊，快吃不下了。你还说吃不下，都已经被你吃完了。你坐上沙发，我去拿打火机，咱们一起吹蜡烛许愿好不好呀？好，表姐真好，我要许愿，许愿再也不用做作业啊。表姐，我饶不了你。